我没有，老师哈，老师来到同安国小快十年了，那重来哦，重来，老师没有表演过给小朋友看，那就今天是第一次。那因为哈，因为今天很特别，是母亲节，那你们呢是托母亲节的福，那老师呢准备了一个太鼓，然后要演出给各位小朋友看啊，你们都没有看过的。那老师们呢很认真的准备，虽然没有准备很久，但是呢老师是很认真很用心的要来表演给大家看啊。那我们呢上面还有一个空位，应该是校长吧，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们这一个太鼓团呢是由我们志勇老师啊，志勇老师领衔的哈，那也是他指导的，那我们是表演太鼓。Thank you.